小姐，你要是有什么话和公子说，就一定要快。咱们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，一定要在被别人发现前赶回去。姐姐，我刚才听说，父亲要把你嫁给于思寇。你说什么？于思寇先前两位夫人皆早逝，如今又要迎娶季氏，父亲是再三推拒，皆不能辞，只好。 应下了，我现在就去找父亲。哎，我的好姐姐，于思寇对父亲有提携之恩，又位高权重，尊者求婚，于情于理，拒绝不得。哎，姐姐，不如你给公子交写封信，他毕竟是赵国的公子，若真心悦你，必定设法转还。秋月，你帮我。 今晚婚事生变，欲与公子相见。今夜子时，城外十里天，万物失约。姐，秀月，快帮我送出去。公子。 三更与人私会，若是传出去，有辱家声。母亲，坊间传闻于思寇虐妻成性，两人妻子皆是横死。我若真的嫁给了他，那才是有怀家族名声。更何况，我和公子娇早有约定，娶妻如何，匪媒不得。别说是一国公子，就算是平民百姓，也得听父母，遵六礼。 你今天晚上想要跟他私奔，还说不会有辱家声。公子答应过我，他会向王上请婚，正式引我入门。今日我是向他求助，绝不是私奔。不是私奔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证据。为何会在你的手里？人家亲自送回来了，这是羞煞人也。 胆子，放开我！月月月月月月月，高明，你不能独断专行，我要告诉父亲。你放心吧，你这辈子也见不到你的父亲了。放开我！动手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跟你娘一样，都是贱胚子。 快点把他给我扔下去！你这么做，父亲不会放过你！不要，不要，放开我！哎，浩兰，我打听过了，今天是御史爱女出嫁的日子，来来往往的客人很多，不会有人注意到你。不过，你刚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。 真要回李府啊！真是我家，我不回来又能去哪儿？更何况我娘还在府上，我更想知道，到底是谁泄露了我的行踪。浩兰，我都劝你半个多月了，你还是非要回来，我是怕你没命啊！人不能糊涂的活着，我定要求个清楚明白。对了，大叔，你知道今天的新郎是谁吗？ 这边，这边，我进。一群废物，叫你们好好看着，居然让那个疯妇跑了。今天这么多贵客，万一冲撞那位客人怎么办？他再怎么疯，也是家主宠爱的妾，也算是半个主子。我们哪儿敢呀？主子，那是以前，我知道他在哪。 多谢李大人，多谢，恭喜，哎呀，恭喜李大人，恭喜，多谢，多谢，啊，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您这边请。
朱母出事了。走吧。家主。啊。后院有事要处理，我去去就来。啊啊，那你快去快回。李大人。哎呦哎呦。恭喜恭喜啊。多谢多谢。